我跟你说，那些贼炸！我那天又看了一遍《偶练》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就看到每个人的脸，哇，就是很青涩，是吧？嗯，回忆满满，很嫩。那时候范志还胖，范志胖。那时候叫谁都叫谁都叫哥哥，是吧？挺好的。靠，范志胜跳舞怎么样？很棒，对，很棒。哦，零五级别。二晨，你跳舞的时候表情什么样的？哎，一定要 catch up 他的 face。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刚看到小鬼的时候，我觉得小鬼很凶，因为我看那个他很凶，他 rap 凶节目，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凶的人。然后在路上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在走廊上我们在训练主题曲了，更凶是吗？因为我跟他打招呼，然后刚好我可能没有听到，在戴着一个耳机里面转出去。他走路真的这样走了吗？对对对，他转出去，蛇形走位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你好，他就走过去，我就，我说真的好凶哦，这不真的好帅吗？真的好凶啊！没有，是真的好凶。他是真的有点怕我，其实。嗯。然后来我就有一次他叫我起床了，不敢叫。那你们偶练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啊？那个时候。哎，我知道他们真的很辛苦，是吗？我最好玩就是开始录之前，我们大家住同一个酒店的时候，然后因为要躲，对，没有，因为要躲人，然后我们每次出去只能戴口罩，然后。好热的他，一看到小鬼就知道是小鬼。当时哎，他怎么来了？刚刚就这样。我们当时还见面了，你还跟我们 say hi。嗯，嗨过次啊？都没见过。那说明还是很友好呀。对啊，很友好，我主动 say hi 啊。谁说我凶了？对吧？我是不凶的吧？嗯。来来来。爱奇艺